现在都好严格，陪人不能特别多，一个病房只有两个陪人。二妮儿终于回来了。没事吧，姑娘？要送她回病房了。往哪走？哦，那边。立夏，父亲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喝点受罪了，乖日。那是管香。哦，内疼的别人。哦。喝汤吧，乖了。有那皮锤钻的，小小梦，小小梦，俺皮锤剑钻了，这皮肤也都修红是吧？万一都说的，你找后边。啊，好，小梦，小梦啊，哎，小梦，哎呦，我的乖乖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这还小，不知道啥的。哎呦，我的乖儿，亲家，你儿哭了，我老婆呢？哎呦，我儿啊，不，孩子、哎、好了，不，好了，孩子好了，这还有知道疼啊？对。看啥不哭了？咦，身上还精着呢，哈哈哈哈！还哭嘞，还真不胖，是吧？不也不是吧？第五十斤吧。这孩子个儿高。嗯。对呀，这像检查的时候还是细高个。是吧？嗯。你看，还身上肉肉也挺多。对。嗯。给那阿姨找妈妈擦奶球了哈，擦了，宝贝，吃吧。找妈妈吃奶。嗯，别抱着，有我来搁吧。嗨，吃饱了吧，孩儿？吃饱是吃不饱，下不来。不光是吃不饱，他光咋子？光连俺的体力都干浪费了，还得累的慌。来，这扎针扎的中是扎针，没事，这是打的那个，是那个什么肉吃小的那个，卫生用可以。哦。之前这个不把液，怎么两层？看你俺背儿真好，咱这个不多吧，要多到以后我给你缝一个这样的小背儿。套背的呗啥？啊，直接就弄这两层布就行，不用棉花。哦，不用棉花。嗯，对，用棉花我套了当了倒不少。你棉花太厚，太厚了。你那个玻璃也厚，玻璃也厚了。对。一会儿我再把那种鞋你放那里，我一会儿一点点的治。嗯。去买饭去吧，妈还有麻将。
大家好，我是赵姐。因为这个病毒呢，都不让出去了。各个路口呢也都有人把守。也有的封路了，有的路口有人看着。没有要紧的事情呢，就不让出去了。在家里很安全，对自己也安全，对别人也好。给俺小孙女做封信，是不是？我给他织个鞋样，给他做封信。晚上要暖和了，就往上担心儿。卸之后把它缝成这样了，这双小鞋儿走起了。小哥，奶奶，你送新鞋，你穿着吧，行吗？我看你这都破了。我看那个鞋，烂的成空了。瞧了你这个，换你新鞋。他穿过烂的大空。哎，这小孩还不会跑的，都穿烂鞋了。你看这一冬天穿的，他们等冬天还没玩到这一冬。我订个鞋带儿，佛光吊鞋。花鞋。有，我穿不会又长大了吧？你说。他的脚长得很快。我给他大个了。换小鸡。我在这穿买的鞋，那个买的鞋一搓又不掉，你说越做细知道吧？啊，那个不得劲的，不得劲的穿上，没做不得劲儿。我喜欢穿那个鞋。哟，鞋带都不短，鞋带都穿不穿的不能。来，穿这个乖了，穿这个。哎。穿新鞋喽，小小。哟，你也织织的还？织，有花的是。来，穿上了，很大了，好穿是好穿，光吊鞋。能买那个鞋，它一搓哟，这个脚一搓那个脚掉了。上来我系上个鞋带，好的。咱走走吧，这个那走的穿了。走。好他就被那买的鞋碎货穿上得劲儿，这个好穿。咱别出去了，我这个冷。
我们扔，我们扔，扔扔扔扔扔。